为什么有些地方可以拍出氛围感，有些地方又不可以呢？那到底在一个暗暗又蓝蓝的环境下，能不能拍上氛围感的视频还有照片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挑战极限，直接带上 Galaxy S22 Ultra 来到暗暗又偏蓝的水族馆，一起挑战拍氛围感的视频还有照片吧。 Let's go！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又暗又蓝的隧道里面。那这么低光的环境下，要怎么拍出氛围感的照片还有视频呢？马上安排。你可以尽量的靠近玻璃，或是头仰起往光线的地方。在 Galaxy S22 Ultra Nightography 下，它可以让你保留色彩的同时，捕捉到更好的低光图像。这是由更大图像传感器和自信像素技术实现的。咦，你们看，还有一只鱼从我身边游过耶。然后再搭配 Auto Frame Rate 的技术。在不同的灯光环境下，它会自动调整视频帧率，能让视频更加明亮。如果帧率低于 24fps 的话，还有 Super Night Solution 的 AI 技术运算，以确保你的视频能够流畅，有足够的光线之外，还能照顾细节并减少噪点。而照片方面，就可以使用夜景模式拍摄，可以把照片拍得更亮，还能显示更多的细节哦。好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水族馆的标志性圆形鱼缸。那如果你只是站在这里啊，然后比个耶，就会好像有点无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上楼梯上走下来，然后选择用运镜跟拍的方式，这样子就会更加的有 feel。搞起！手持拍摄已经很普遍了，但在手持情况下拍摄要下楼梯，画面又不能抖，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所以在 Galaxy S22 Ultra 的 OS 加 VDIS 这两套软硬的防抖系统的结合下，它们能够大限度的减少手持拍摄时的画面抖动，让画面变得流畅，防止视频模糊。好，大家，那我们现在来到我最喜欢的水母区，那我们就可以帮水母拍下美丽的照片。 Galaxy S22 Ultra 可以通过 Adaptive Pixel 技术，利用 1.08 亿像素主摄与1200万超像素广角镜头，把拍下的高分辨率和高动态的图像进行多帧合成。那放大的照片，你们看细节还是很清楚哦。好，大家，那我就已经把照片还有视频都拍完了，我会把它们合起来，你们再告诉我有没有氛围感，然后在留言下面告诉我今天的挑战到底有没有成功。所以现在我已经拍完了，我就要回家了。下个视频见，回家回家。世界里的一束光，向我奔来，万物都生长。你的温柔如此的张扬，也让我如愿以偿。你是照耀在我生命的一束。